一个小钉一样、眼睛一样的东西啊，我们今天给它挑掉啊。疼不疼？不疼。哎呀，嗯，拿掉了啊，嗯。用我们的去油爽啊，像这种脚丫子里的，用我们的去油爽的话，就是两天涂一次啊，两天涂一次。有需要的话，可以在下面小黄车去下单啊。有的人长在这边，有的人长在小脚趾头上面啊，像这种钉很多的，走路会痛啊。